疫情期间积极为医院捐赠物资，被网友封为防疫女神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日常。金将姐搭上怀念20年前的自己的晒照热潮，特别发出旧照。佳龙姐透露自己日前去朋友家玩时，不小心发现一本有自己照片的杂志，拍摄时是2003年，刚好距离现在20年，让她看了忍不住惊呼：“我的妈呀，这是20年前的我！”那时候她虽然刚生完大女儿安安，但穿着浅粉色礼服，整人看起来还是相当气质优雅，一点都不像孩子的妈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直呼：“这张照片根本就是安安，母女俩简直是复制贴上，大赞两人都是人美心善的女神呐！”